不行，黄宇啊，上面讲黄宇，讲黄宇来，谢谢。讲黄宇，规定才搞几多？好。来，黄宇要讲，我先买沙发，上面有300块。啊，这一买沙发，两买沙发，三买吼，先给钱，这买五零，我今仔三来大买，咪细买哦。两个。啊，做买条黄鱼的无？一买两买，三买哦，你四买，300块的。三百二要吃吗？黄鱼。弄有啊吗？来，谢谢。啊。啊，那个，我三块四。啊，一套就了嘛，啊，这个搞起去。第二楼啊，先第二楼，搞起搞搞。什么？我是那个装包的，是吧？来两分来去啊，收一个来吃。我写两楼会出袂得，我啊反正我，而且有点乱的。来，我先讲哦，我最近这个写两楼会出袂得真好吼，伊这内底有几只黑银，我甲你好写会落去做的。这一只只要350，一只35块。好，来，我来讲，两下互你。唔免互你开700、800、600，食无起钱，我大钱拢替予你省下钱的200咯。那你平啊？有人要食虾仁卤味煮我200块。大钱。啊。虾仁卤味煮，你若食无几只，遐我钱用你啊。啊，伊阿多阿哩食无几只，六百。讲一百两下无。那一包吗？一百块而已。啊，我阿钱阿袂济啦。我阿钱阿袂。哦，我你搞装啥东西？来，我你要装来啊？来个包，来个包，别个包。哦，你搞要搞先？要。哎，这些要搞先。干贝有啥资源？干贝？无啊。啊？我咧摆。我啊，无你看卖。我是感觉。我无装。来，进来，我来搞看卖，进来。我交包，老板，我就要卖你五只，够无看嘛？房价规整房价了，无时间，无今日买一包落来。我还够有买来无？我还够有买食无？我唔知影还够有啊？啊，无来个白皮啊？啊，耶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是白皮掉了。哎，一胎的，一胎。哦。我们在楼下吃过。三八。嘿，高峰，然后说你帮我处理掉。干净。你帮我处理掉，别找人大哥来找你。姐，咱们做啥？啊。你往那给钱去啊？我给你解决了。我说你往那去。往那。往那什么钱？包里。这上面几？还是。还是上面几啊？我即我来讲，我甲你拜托，甲你麻烦。我说我好累啊，迄度你做歹做，我等你等我一下，我等你一下。台式上面吃，这一包鸡肉我200，啊，这你不要搞，我来人家讲这有好食无啦？我袂甲你好食啦，卖嫌贵，真正好的物件无俗的啦。这一包鸡肉我200，你食看嘛，你食无真好食，鸡肉我落。啊，这边啊。够好食，台式珍珠鸡肉，鸡肉我。再一个。来加油。鸡肉我够好食无？我甲你食大，毋捌食过真好食啦，袂甲你好食啦。刷屏呀！刷屏去去！这下两包无啊？以后无两咩来无？啊，再个两包。一架虾球靠两咩吃？无要吃西包。来，赶紧去啊！来，这边换吧一包。去吧。这一架虾球啊，无俗啊，啊，搁做好吃啊，用几只虾来做的，鱼啊鱼的，有两咩吃看卖无？220块。我啊，我会开始。这个你买，我咪买这条，我买两条。我买无干啊。来，你买只葱哥，这是吧？这几种啊？我咪买这条。一二几只？我嘛就直接要回去了哈。来，葱哥平到那些，葱哥平这一包八条，你情况嘛做好些，手工的。加龙就好啊，100块俩，100块。来，100块两只，葱抓饼，很好吃哦，美女。乌鱼我一张。还是够两包片，100块要来无？100还有人要吃吗？拢有啊。拢有啊。2包哦。还是给我把你处理去，回去摸我。回去摸我。
来个来个，上面讲。鲈鱼片。鲈鱼片啊，来去帮鲈鱼片的。哦，卤鸡腿。老弟，你客了啊？你客了，你帮鲈鱼片啊。行了，兄弟。行了，来呀。啊，靠呀！我是个靠。啊，来两个，放你哦。给上。客人说薄饼。哦。鸡肉薄饼啊，来，鸡肉薄饼，鸡腿。答应，麻烦帮我弄下面啊，鸡肉薄饼啊，老铁们。第一件上面啊。OK， 走。旁边还有干贝。干贝，我是在那边。干贝卤鸡腿也可以咯。鸡肉薄饼，来。这啥要吃啊？这鲈鱼千万要吃来三包啊，侬。这规地只大地拢无是，这一地鱼啊，无这两地五。来，我给你三包。这地搁上，这地搁吃连三包好侬。来，鲈鱼千万够要吃哦。我只个吃两地啊。两地五包，拢无是，拢无是。哎，三包侬，吃看吗？鲈鱼千万够要吃哦，三地你买无啊？四地三包。够要吃鲈鱼千万哦。两个。都没有事啊，三地四啊，这边来啊，这边这边来。三包够要来哦，赶紧到沙冈。我叫你下了，我叫赶紧过来倒量，赶紧过来倒量，过来倒无。三包够要吃无？我叫你下了，我叫人过来倒无。够了，要买两地百无。有一千两万。有啊，有一千。三百，够百，够百。干杯，三杯够啊。一千啊，一千啊。一千哦，一千块，一千块。六百，六百，你有买一千啊？哦，来，六百，来，你包买个买六百，过来买六百的无？三杯，可以放。一千哦，来，三杯来，先来讲啊，我包一千啊，我都要干杯咯。你若食袂了，买两百送四只，买三百嘛无要紧。六百，六百，美女，你搞要干杯，很甜的，你问他他买两千好了，三百好不好？还是一千，一千让我离谱啊！这八楼啊，这八楼剩八百而已，我高点两百而已。来卤棒腿哦！卤棒腿上面写了。来这边哦。来这边来讲。来这边卤棒腿哦。来这边鸡腿来吃了，应该你是调的啊。调车你听无？三个。卤鸡腿，这内底有十支，这拢全熟的，电锅烤好烧尔。这支鸡腿五十，十支五百，唔免两百了。来三个，这两包就一包。这两包就一包了。这几件你卖你几十块？两包一件，我你三十三，来一包一件。几块搞？我这里啦。几件买啊？我包一包，我一包。这样三包两包。几块给的？上面。啊？上面几块？手表的。美女，你搞没钱吗？多少钱？钱好美女。没钱啊？那你偶尔一张票，偶尔一张票，钱啊？啊？哎，一个公上面米啊？鸡肉薄饼啊？鸡肉薄饼。来。我是卖几千块，你用十万哦，大哥无十万，我给十万。啊，这个，来恁来买这哦，这上好食、上俗的了，这。伊这叫蚵仔丸，伊这内底有包咸鸭肉，这一包百五，两包三包，这只啊十二粒，两啊二十四粒，省下钱的两包了。来，我先包了十二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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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的，这个请客哦，美女，请客的美女，要放一桌。美女，不好意思哦。美女，这一百而已，拍谁啊？多少？别忘了一百。谢谢。几位是吧？没有了。拍谁？拍谁？没有了，不够了。你什么请？六盒的。哦。六百。六盒。哦，我装错了六百，那是。我讲错。刚才你即马拍拍呀，说什么？阿哥姐，来这奶黄包啦，有两块无？做好食脆哦，囡仔食哦。啊，这鸡米做的，这一只二十块，十只脆哦两包。来两包加两包啊，这。四包。唔免四包，唔免三包，先给钱的百块两。来，收钱啊！食看嘛，来奶黄包，你食看嘛，百块两要食奶黄包哦，一百五。有啊吼。大哥来，过来上分。还要给钱的。百块够买来无？哇，这是顶贵了，一百块了，你讲要不要啊？你这落去啊？对啦，来，美女，这个我先去哦，做好做好做好迄个底物件啦，等我哩。来薄饼哦，最好吃哦。上面食鸡肉薄饼。来，一包就搞袂输鸡腿的艺术感觉啦。鸡腿一包十几嘛，这内底嘛是十几。这大地拢甲你加鸡肉，我记你面包买过。好食无啦？好食。你个崩了，另外老贵了嘛。这一包十袋鸡肉薄饼，十袋装的啊，一袋来五十块，十袋六五百啊，两百了。来这边啊。啊，两边是鸡肉薄饼哦，两百块了。过来呀。来两百块够买只哦，鸡肉薄饼两百块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还三个，过来。真正好吃，真正好吃，这一袋鸡肉薄饼，搁加鸡肉，卖你二十块尔。
美女，好吃哦，这真正的加一颗蛋非常好吃，真心话不骗你，拢有啊哈、哦，都有了哦，一袋二十块，十袋这边一袋呢，来你的手表，手表来，够没上？